约伯记第三十二章一节，对安尼，这三个人因为约伯家己看做义，就无过因伊。迄时有波斯人拦阻巴拉加的囝伊利户，对约伯真生气，因为约伯家己掠做义，无以神做义。三节，伊阁对约伯的三个朋友生气，因为因想无话通应，要阁伊约伯做有罪。伊利户要甲约伯讲话，就探讨因，因为因比家己较济岁。伊利户看起这三个人嘴内无话通应，就大生气。六节，波斯人巴拉加的囝伊利户应讲：我年轻，恁年老，所以我替娘唔敢对恁摆列我的意见。七节，我讲年纪大的就先讲话，退休官的就用智慧教训人，但伫人的内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，予人有聪明。尊贵的无拢有智慧，退休官的无拢会明白公平。所以我讲，恁着听我讲，我也要排列我的意见。十一节，恁查究所要讲的话，迄时我探讨恁的话，暗耳听恁的辩论，留心听恁，才知恁中间无一人屈服约伯，便倒伊的话。十三节，恁无得讲，阮找着智慧，神会赢伊，人却未动。约伯无对我争辩，我也无用恁的话应伊。十五节，因硬硬无过应，无话通讲。我敢因为因无讲话，定定徛地无过应，我敢得过叹号吗？十七节，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，排列我的意见，因为我有话满满。我内面的灵激动我，我的腹内亲像底酒的底，无出去的香，阁亲像新的皮底，特别逼你。我要讲出，予我透气，我要开嘴来应。我无要看人的身份，也无要忝面人。我未晓得忝面人，若有安尼，创造我的主，要紧紧拄袂我。